下就算这边掉下来，你都把它上，因为这都有一点胶了。哦，好。对，都是有深度的，嗯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你看还有哪里需要调整？没有的话，那就明天休息五天好了。还是没有。1 hour later.所以一直录你很紧张、很紧张的样子好了，不太好吧？不会不会。哇，好紧张哦！你有什么事想对新娘说的吗？一直都很紧张。好吧。我在测录哟。对。可以招手。可以录新娘吗？我可以进去吗？先去看一下
现在跟小凤档吗？怎么了？来录一段给新娘的话，深情款款哦。我只想对你说，我已经很认真了，我之后会更认真的，还会给你幸福。老婆，我真的很爱你。那如果有错，听谁的？老婆的。那老婆有错怎么办？我的错。很好，过关。都是我的错。好。真的。好。欢迎回中。今天是108年的10月26号星期六中午。那今天的这一刻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要结婚了。对，就是其实我们已经结婚登记了啦，在10月21号已经登记了。那今天就是算是补宴客给大家这样子啊，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。那希望在这个日子之后呢，我们都可以一起在未来路上，就是我们能一起携手解决所有任何的困难，对，就是不要吵架啦，还有那个就是难免都会有磨合啦，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好好的讲啊，好好的沟通，对，解决所有任何的困难，那就是一起到老，对，那今天就很开心喽。谢谢。
有。你现在要看哪一个？刮起来！会是什么奖呢？刮起来！为什么？这是白头偕老。哦，来，再给你刮。换你，换你。哎，放了哎。现在的每一位埋头苦干的刮，一直刮，一直刮，一直刮，每一个人都在刮刮乐，一直刮，一直刮，一直刮，大人负责刮，小孩负责吃，边吃边刮。Hello， 小宇哥。在弄弄，正在弄。只有这一桌没有在刮刮乐，其他桌一直都在刮。那要等那个人看。直接刮了吗？刮吗？刮啊刮，直接刮，直接刮。等下新郎会出来之后，交上去兑奖了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一样啊！白头偕老。对呀，干嘛？这一桌有中奖吗？会有中奖吗？学什么就中奖。我们这一桌有中奖了吗？什么才算中奖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我目前看到是白头偕老，还有什么？早生贵子吗？还是家有天成？家有天成。这边有刮中什么奖吗？请问这一桌的各位大大。家有天成。还有白头偕老，还有我们的白头偕老，还有是没有不一样的吧？那我们这一座的朋友呢，有没有刮到什么东西呢？目前出现白头偕老都没有刮到，在这里。来，下一个，比翼双飞，还有什么花好月圆。
还是中奖的。比翼双飞哦，有刮到比翼双飞的各位请出场。新的说一句祝福，然后录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从第一位开始。希望姐姐姐夫能够永浴爱河，比翼双飞。哇，来谢谢。这个小礼物很棒哦。来，我们第二位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接下来换我们的第三位阿姨。拿到这张卡很高兴，祝新郎新娘早生贵子，谢谢，谢谢，祝福你们幸福美满，耶，来，谢谢，来最后一位，祝大哥大嫂能够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还有名位在哪里？那我直接讲，我直接讲。我已经讲过了啦，我已经讲过了，那包好月圆，包好月圆，那你要讲什么了？好像可以，祝你们包好月圆，好像可以，好了，谢谢啦，好，来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原来这时候才发现大哥已经，好，那我们一起大合，来大合下来。今天的幸运儿，漏网之鱼。来来，我们的专业摄影师，阿伦还没来。你好，东辉。他开始讲。要看哪一个？来来看我们的粉红色相片。看上面，看上面，看上面。来，我们比一个小爱心，让我们粉红色相片拍。